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印深色衣服的操作方法。这个是打印好的深色那张纸，黄罐子，背面有浅红色的英文字母。这个是高温隔离纸，黑色的纯棉 T 恤，开机设置参数。设置起始温度360，最高温度360，时间设置15秒，现在等温度升温，我们先把衣服穿好。把涂层面撕下来，贴在衣服上。再用高温隔离纸盖上。现在我们等机器升温，啊，机器温度到了，好，印好了。请看一下效果。